来过年嘛，爱来注意这啊五红非洲地区。行政院首长今天去看这国际邮包的检疫要求嘛，爱来追究这收件的人相关的责任。面对着这新冠疫情，伊强调讲，咱台湾一定爱把这国门守护掉。针对着一寡高风险国家入境的规定有较严，啊，伊来表示讲嘛，爱来拜托这民众赶紧去注意了。一月底就要过农历春节，行政院苏贞昌早起视察国际邮包检疫，因为连续查出寄到台湾的国际邮包内底有百济品，而且佫验出有非洲 DJ 病毒，两个月内底有三件，苏贞昌要求相关单位爱追究收件人的相关责任。最近两个礼拜查的邮包里面，竟然又有从国外透过邮包寄肉制品进来，非常的不对。这一个外国邮包进来，收件人等都要追究相关责任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把守好，才能有猪肉吃，才能2000亿的猪肉产值不会破产。苏贞昌强调，伊上任三年外来一直咧呼吁，已经宣导三年，认为处罚要加重。同时，台湾爱防堵的唔那是非洲 DJ， 阁有新冠疫情，尤其最近境外一列确诊个案，真侪拢来自美国，但是美国一直无防列入的高风险国家，受到外界质疑。苏贞昌指出，无针对对一国，嘛表示一九二七会重新开始协助做疫苗。不针对哪一国，我们是针对哪一些。从国外回来会有高风险的，我们都列入，没有说什么对哪一国特别好特别不好。另外，我们因为鼓励大家赶快打疫苗，所以1922会重启，已经都谈好准备好。下午，指挥中心会跟大家报告。苏贞昌强调，国际疫情严重，台湾必须要把国门守护牢。即马疫苗的数量拢有够，第一线的诊所、各注射站拢嘛有开，大家会当伫附近来住。伊拜托大家赶紧完成注完整两剂疫苗，也够追加第三剂。记者郭彩虹阿报台北报道。